记者苏福南冈山报道，耶诞佳节将届，高雄冈山秀传医院白衣天使化身为耶诞老公公，奔波上百公里远赴那玛夏山区民生国小送上耶诞礼物加菜金，同时为就医不便的学童诊疗牙齿。11年来，冈山秀传医院牙科固定每个月前往那玛夏山区巡回医疗，携带简单仪器为孩童拔牙、涂氟、填补蛀牙。今年最后一次巡回医疗，秀传医护人员发起爱在圣诞协和送爱活动。医护人员购买文具、玩具及小礼品装进空鞋盒里，耶诞爱心鞋盒不仅有礼物，还在盒中放入对偏乡国小孩童的一封鼓励小卡片，并另附上一张明信片，让偏乡小朋友学习如何表达心中的感谢。方信愿意员服务处和冈山消防队也共襄盛举。牙科主任林伟奇得知民生国小孩童营养午餐经费拮据，募集了2万元加菜金，一起送给校方运用，捐赠活动无比温馨。